有发现他那牙齿面啊，磨损的不是特别厉害，但是这臼齿面也已经进磨平了，说明他这个年龄啊不是特别老，应该是个盛年期，这个是壮年期。哦，所以这个墓主人呢，应该是个在壮年期，这个死掉的。由于墓葬没有被完全破坏，所以墓主人还留下了更多的证实自己身份的信息。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兵器，墓主人的这把青铜佩剑虽然断为三截，但剑刃部分依然十分锋利，不应该只是一种装饰品，很可能具有实战的用途。发现大量的兵器的情况，还有车马器的情况，在他的主观内有这个铜剑，应该是武将，说明是个将军。而且他这个推测的就是他年龄不大，这个将军，而且是个权力非常大的将军。但是，马俊才并没有找到一件可以直接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器物。回到考古研究所，他反复地观察这些文物。在一些重要的青铜器上，古人经常会刻上铭文来记述事件。假如能够在这些青铜器上找到一些铭文的话，或许能够得到墓主人身份的一些线索。经过仔细观察，马俊才终于在青铜方壶的壶腹里发现了一些模糊的文字。青铜器专家郝本兴仔细研究了方壶内的铭文内容，但是结果令人大失所望。铭文没有记录任何具体的事件，只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吉祥话。与其说是一篇铭文，倒不如说更像是一篇诗歌。你前面是计时的嘛，正月于期是计时的，然后呢，这个所以吉币呢是一个玉币啊，吉祥的玉币，然后不特呢就是说没有差错，这个东西是一个吉语，就是吉祥意的意思了啊。然后呢就说他本人的名字，他叫金孙，比如他金孙这个某某哈、然后呢就是在他底下呢让他的一个子孙嘛，这个然后就是永保之来想来记，永远来做的祭祀用词啊。然后他子孙呢四则呢就让他子孙呢永远啊以他们为这个楷模。唯一的收获是铭文中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，敬孙某某。这个敬孙会不会是墓主人呢？仅凭这些文字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判断，马俊才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他又在一件青铜玉否的盖上找到了一些文字，他马上把这件青铜否盖送到专业人员那里进行去锈处理。